雖然我今日唔可以將每一個人都講出嚟，因為未必夠時間圈緊我，但我永遠都會記住你哋。而我今次可以攞到呢一個獎，因為我遇到城寨英雄，我多謝 Jazz。我哋嘅監製 Jazz、導演、編審、編劇同埋我哋精神領袖 Thank you 你，創作咗拳佬呢個角色俾我，亦都多謝。